今天我要谈谈吸引力法则。我要说的第一句就是，领导者是被找出来的，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。我要感谢我在这个生意里的导师德士特和伯蒂。我从金克拉，我从约翰·麦克斯韦尔和很多这个生意里优秀的导师那里学到了很多。也许将来我会有自己的思想，但现在我要引用他们的话，领导者是被找出来的，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。我想起我们刚进入这个生意的时候，我们遇到德士特和伯蒂的情景。看到他们第一眼，我就被吸引了。我在想，究竟吸引力在哪里呢？德士特个头比我还矮，浓密的头发，浓密的胡子，我看起来则像一个正统的银行经理，穿着考究的法兰绒西装，考究的领带，考究的鞋子。他是一个典型的活泼型，我则完全不是。他来自北方，我不太相信他。他对我毫无吸引力，倒是对埃菲有吸引力。埃菲第一次看到他时说，哇，那里有一个钻石。看到我的时候却说，那真是一块黑乎乎的木头。的确，德士特和埃菲都有着天生的活泼性基因，他们去完一个地方又马不停蹄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之后又是另一个。他们不断地和人们讲话讲话讲话。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埃菲，问他，亲爱的，怎么样了？他说，我住在这么大的一间漂亮的酒店房间里，但简直无法忍受，因为这里没有人。他对我说，我要去参加聚会，要挂电话去和人谈话了。我说，这么多有点离题了，但也没有关系。很多年以前，他给了我这本关于婚姻的书，书名是《爱妻子就是爱自己》。我问他，哦，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本书？他说，你不要问那么多，读读就是了。我于是读了这本书，这些年来也读了一些类似的书。很多女士都喜欢看婚姻类的书，读完这本书后，我感叹道，真的该做点事情了，我的确该给她些浪漫了。所以那天她在厨房，我对她说，亲爱的，我要把你带离家。她说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我们去彼得岛怎么样？她惊喜地叫了起来。但就在我们离开厨房走去卧室的路上，她说，但是那里没什么人呢。他差点就想把我们整个小组带去，但带不了，所以只好带上我们的孩子。这正是他的不同之处。回到我们的正题上，你是谁，你就只能吸引谁。你不能吸引你想要的人。你是谁，你就只能吸引谁。你不能吸引你想要的人。有时候，你看你的小组，看你的合作伙伴，很苦恼，怎么没有什么人在行动呢？这个问题要回到我们的根本点上，回到我们的吸引力话题上来。领导者是被找出来的，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。我们也许很想把某个人发展为领导人，但他们毫无想做领导人的意愿，他们不想做领导人。但如果你找到了那个人，他说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时你会发现你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。我们来看看鲍勃和南希。我曾经去宾夕法尼亚州给他们做一个聚会，当时我们住在一个野餐露营。我说，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，我在寻找一位领导人。突然有一个大胖子出现在我面前，大概有将近2米高，120公斤重的样子。他说，李德先生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我很高兴地对他说，太好了。他说，你告诉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在做这个生意多年来，曾有5、6个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并且也做到了。领导者是被找出来的，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。有些人想塑造领导者，这是没用的。这和磁力法则一样，两个有共同点的人会相互吸引。然而，银行经理应该只吸引银行经理，但我没有吸引任何银行经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也可以看看运动员，在团队里，如果某个人是运动员，他通常会吸引运动员。工程师、老师、农夫也一样。你也许说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我知道这些银行经理都是如何陷于困境，但他们不想有所改变。
他们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但他们都不愿意做点事情。有很多这样的人，重点是领导者会吸引领导者，这是底线。如果你说，如果我要吸引领导人，我应该首先要做什么呢？那就是先自己成为领导人啊。这不是个简单的过程，你需要学习，需要艰苦的努力，需要好的态度，需要所有这一切，让自己与正确的人交往。我相信饥渴的人会吸引饥渴的人，我当然不是指肚子饿，我相信我们都是饥渴的人，包括前排的领导人。我们渴望让家庭变得更好，我们渴望让家人过更好的生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开始渴望自由。我在银行工作时，在企业工作时，没有认识到这点，但最后发现德施特每天都很自由，他不用去上班。他在早上打电话提醒我，我还得上班工作，但他不需要上班。他总是给我这样那样的提醒。我对自由的渴求就是那时埋下了种子的。饥渴的人吸引饥渴的人，德施特渴望成功，渴望帮助别人，渴望自由。突然之间，团队形成了，并且在全世界迅猛发展，这一切太令人惊讶了。你吸引谁，不是看你想要什么，而是看你是谁。在这个演讲过程中，我会重复这句话三四次，你一定会听到的。你吸引谁，不是看你想要什么，而是看你是谁。如果你的态度不好，你吸引的也是态度不好的人。如果你积极向上，富有激情，那你吸引的也是积极向上，富有激情的人。也许这太简单了，也许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永远要回到基本点，永远要回到基本点，永远要回到基本点。好的领导人都知道有一个成功的法则，那就是你站在人们后面，你不但培养新人，你发展你的小组，你培养那些有你自己所没有的优势的人们。举个例子，星期天下午有些人来到我家举行了一个技术聚会，因为这些人知道怎么使用电脑，怎么运用所有那些最新的高科技，而我不会。我比任何人都更快地使电脑崩溃，但我足够聪明地知道这里有五六个人，他们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生意需要什么科技，以便继续发展。我坐下来听他们说话，提了很多问题，做出决定，走出下一步。正是这个发展新人的步骤，在推动小组不断的前进。你们可以通过看领导人，就可以看到小组和事情是如何发展的。有一段时间，达拉斯牛仔队被誉为是美国之队。不管你们是否喜欢牛仔队，但有一点要承认，他们有着一个伟大的团队，他们踢球非常棒，他们有着伟大的领导人，他们有着美国最伟大的橄榄球教练之一，有着伟大的球员。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这个组织的领导人，新的老板引入了新的理念，新的思想，吸引了不同的人，他们开始吸引了他们不想要的人，他们吸引了一些更在乎自己而不在乎团队的人，他们开始听到更多的我我我，而不是团队团队团队。这些人被吸引过来，因为领导人的吸引力在发生作用。大家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吧？好了，有一些事情是很多事情共有的吸引力。我们谈论的是如何建立你们的生意，寻找领导者。让我们留意这个前提。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人，他们能站起来说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做，我会照做的。他们是比较稀罕的，所以你需要不断寻找，不断寻找，不断寻找。因为那里有着更多的德施特，有着更多的钻石，有着更多眼睛里流露出火花的人。他们对成功如饥似渴，他们愿意去做事，他们乐于做出承诺。我想在当今美国，大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人们害怕对任何事情做出承诺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。我们需要人们愿意做出承诺，愿意站出来说，是的，我要做这个生意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要做到钻石，我要让这些事情发生。吸引力的共同点之一是态度。你会发现，一般情况下，好心态的人周围都是好心态的人，年龄也是一个共同点。你吸引的往往是同龄人，年轻人吸引年轻人，有某种背景的人往往吸引有同样背景的人。价值观也是一个共同点。
我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是物以类聚，事实就是如此，的确如此。我的孩子们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告诉他们，你和谁交往，你就是怎样的人。如果你和领导者交往，那些积极向上、充满活力的人，你就会做出正确选择。不久以前，我们听到了里尔大学合唱队的唱歌，我被他们深深打动。这些年轻的男孩和女孩们，他们有着非常高的素质，待人彬彬有礼。他们对人一定说，是的，先生，不是的，先生，是的，女士，不是的，女士。他们的思想非常积极，他们谈论将来，谈论价值观，而不是谈论物质，谈论自己将要去哪里，怎样帮助人们。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。生活经验也是一个吸引力共同点，我们因为类似的生活经历而吸引人们。我们不能回头看那些已经发生的坏事，我们要做出改变。我们想走向更高层次，以便我们能有一些好的积极向上的经历可以谈论。如果把我们的吸引力从一分到十分来计算，十分为最高分，规律就是，如果你是七分，你就会吸引七分的人，如果你是三分，你只会吸引三分。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。如果你是三分，你刚好推荐了七分的人，除非那个七分的人喜欢你，他才留下来。如果他们看到你的价值观，他们看到你的品格，他们看到你的正直，他们看到你眼睛里透出的坚强意志，他们看到这些希望，他们才会留在你身边。这就是三分的人能够为七分的人做的事情。但三分的人最好是尽快向七分靠拢，否则七分不愿意跟随他。就是这么简单，记住，你自己是谁，你就会吸引谁。那到底吸引力是什么呢？吸引力的主要方式有哪些呢？首先是外表。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德士特和伯蒂的情形，那次我去到我的推荐人的家里，看到他们俩坐在那儿，当时是冬天，德士特穿着白色的衬衫、白色的裤子、白色的鞋子。好了，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，即使是季节也会变化，人们会随着季节变化来改变着装。我走进去，我看着艾菲，当然她非常兴奋，她当时根本不知道钻石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我的推荐人告诉她说他们是钻石，她激动的都说不出话来了，这对她来说很难得了。我说，德士特，我真的很喜欢你的胡子。他说，你们上班的时候可以留胡子吗？这可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。我说，不行啊，我上班的第一天，他们就要求我把小胡子剃掉。他们说，在银行工作是不允许留胡子的，我只好把我心爱的胡子剃掉了。德士特做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。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吸引力在发挥作用。他说的话的一个含义是，我拥有自由，而你们没有。我们的外表是截然不同的。埃菲和伯蒂两人一见如故，从此成为好朋友。埃菲非常喜欢伯蒂的发型，觉得那很好看，所以外表是吸引力之一。我当然还不太懂这个，但它的确在发挥作用。归属感，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需要的。我们都想要成为一份子，我们要觉得自己在做某件有价值的事情。埃菲和我都要上班，我们觉得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而不是越走越近，这就是归属感。信心，知道你要去哪里。德士特总是满怀信心，他对我们说，你相信吗？终有一天我们会充满整个体育馆。他总是在谈论将来，从不谈论过去。他谈论我们要去哪里，将要做什么。你应该成为这一份子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大家庭，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实现目标。我很喜欢听他说这些。兴奋，人们都喜欢兴奋，人们喜欢看体育比赛，因为他们喜欢兴奋感，这是很自然发展的过程。有些人进入这个生意时非常严肃，他们忘记这是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是生活本身，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乐趣。如果我今天有时间告诉你们发生在德士特和钻石们身上的故事，以及我们所享受到的乐趣的话，你们一定是很开心的。我们在这个生意里找到了很多兴奋，很多乐趣。
为什么乐趣如此重要呢？因为乐趣能创造享受，享受让你想参与，参与又让你集中注意力，开拓你的视野，让你领悟更多，领悟又会增强你的洞察力，洞察力带来知识，知识指导行动，行动带来成果，行动带来成果。我以前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情是，晚上聚会的时间前后，德士特会打电话来。如果我接了电话，他马上问一个问题：今晚没有聚会吗？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你们说呢？你们多少人喜欢德士特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而发现你在家的？诚实一点吧，想做钻石的人当然不喜欢看到这一点，不想做钻石的人也许无所谓，你们同意吗？他说，我以为你今晚有聚会呢。事实上，只要我是在建立这个生意，我说自己想成为钻石，如果我想在这个生意里做一点事情，我就应该是在举行聚会，我就不应该在家里接电话。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今晚没有聚会吗？看得出来，你们有些人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。好了，我们讲过外表，我们讲过归属感，谈过信心，谈过兴奋，还有一点是鼓励。我们要多鼓励人们，少吹嘘自己。如果你想吹嘘自己，我会替你很难过的。让你的行动来为你说话吧，让你的行动来为你说话吧。然后我们都想有意义，你们都在想，我能为这个团体奉献什么，我能在哪些方面帮助他发展，我如何能帮助我们团队发展，我能否在人们的生命中发挥意义。然后我们希望在人际关系上有吸引力，我们希望能跟自己愿意一起工作的人相处。在我们的生意里，我们认识了一些非常棒的朋友，一起共同发展生意很多年了，彼此之间亲如兄弟姐妹，这就是我说的人际关系。另一个我们想要的就是希望，我们被希望吸引，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人，第一个无疑是德士特了。他总是在生意的最前线冲锋陷阵，永远保持最锋利，总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你必须要满怀希望，必须满怀希望。再有一点就是远景，很多人都不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当一个有远景的人来到你身边，一定要紧紧抓住他，尤其是像德士特那样的人，他总是能把一件事情看得很远很大。有天晚上，我们去亚特兰大参加一个大型聚会，德士特来到我身边，把我叫住，让我去钻石休息室看看。所以我们去了，钻石休息室在体育馆的高处，在那高高的地方，我们往下看，看到了很多人，具体数字我不知道，应该有几万人吧。我们倚靠着栏杆，我说，德士特，你当年有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呢？他说，杰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数字，但我知道我们有梦想，如果我们能找到足够多的怀有梦想的人，我们就能填满全美国各地的体育馆。我们可以做到，这一切正在发生中。我们不会因为缺少物质而泄气和失去勇气，而是因为缺乏远景。如果人们看不到前方，看不到隧道前面的光亮，他们很可能会泄气的，他们会失去勇气的。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一定要具有那个远景，你一定要紧紧留在团队中，一起来建立这个远景，这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最后一件事是个人魅力，这不是你们简单可以得到或者给予人们的，这不是简单可以学会的事情。有一些人天生就有这个魅力，当你建立这个生意，让他走进你的内心，你对他会有更深刻的理解。当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不可能都一样，我当然不可能像埃菲一样，我当然不可能像德士特一样，我会比较安静，天生就是如此，但我确实希望在某些时刻我能展示和他们一样的兴奋和激情。请记住我在这个演讲开始时候的三句话：第一，领导者是被找出来的，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。不要对寻找推荐对象感到厌恶，不要因为你推荐了3-4个人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而灰心。接下来的3-4个人也许会爆发出来，让你成为钻石。今晚我们将会听到一些钻石的故事，他们在一次聚会上邀请到3个人，3个人参加聚会，3个人都成为翡翠。
在一个聚会上，是有着这样的故事，但我们更要坚持，我们要坚持寻找，我们要坚持工作。让我用这句话来结束：你正在书写你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每一天以某个方式，在这个生意里，你在书写你的故事，你的故事里有演员，有不同的角色，有不断上演的情节，有着很多事情发生。我是为了你们的好来告诉你们的，你们的小组里也许有着一些你并不需要的角色，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贡献，但这不意味着你要淘汰他们，要抛弃他们，而是意味着你不让那些人来书写你的故事。你希望有不断成长的相信的人来书写你的故事。我们有着好的态度，有远景，有希望。你的故事应该加上一个词，自由。自由是人生的最主要情节。我想在座的每个人归根结底都想要自由，你们可以拥有它。如果你做了有意义的事情，如果你做了带给你成功的事情，那在全世界的高尔夫球场、沙滩上都会有你们的身影。上帝保佑你们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一直在做一个特别的旅行，在全国各地教一个特殊的技巧课程。每到一处，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的强烈，我的办公室源源不断地收到大家的反馈信息。这个培训课程的目的是教你们掌握一些接触人们的精彩技巧，也就是成为我所说的成功磁石，以便你能把人们吸引到你的生意里来。我知道你们为了吸引人们到你的生意里来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。如果你有足够的技巧和知识，以便人们会主动走近你，你吸引别人，把人们拢到身边，那不是很好吗？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？我在德克萨斯的达拉斯举行的一个聚会上演讲，讲话结束以后，我收到一个领导人的一个留言，他说：你实在太厉害了，你教完这些技巧后，有位男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发生在周末聚会后三天。当时他在麦当劳餐厅向一个推荐对象讲计划，当他讲完以后，那个推荐对象离开了餐厅。那个先生说：我想着自己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再坐一会儿，突然外面下起暴雨，雷雨、闪电、冰雹等突然而来，就这样下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我被困在麦当劳餐厅里。我想我该做点什么呢？我的推荐对象走了，我做不了什么有成效的事情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说：我开始考虑运用你教的技巧，我开始认识麦当劳餐厅里的每一个人。这太棒了，我把人们都吸引过来，我得到了他们的电话号码、电子邮箱地址，即使是在留言信箱里，我也能感觉到他声音里的激动。七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我收到了一封邮件，是来自另外一个钻石小组的来信。他说：罗恩，我是一个黑皮肤的生意人，但我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一个全部是白人的环境里工作，我想在我的工作环境下使用这些技巧。在之前两年里，我没吸引一个人到我的生意里来，一个都没有。他说：我喜欢这个生意，喜欢我们的产品，喜欢人们，喜欢这里的原则，我喜欢这一切，但我却没有带一个人进来。当我开始运用这些技巧，在四天时间里，我推荐了八个人，而且都是我们公司里的白人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最好的一个词，昨晚我收到了罗兰·休斯的留言。三星期前，我在芝加哥做同样的聚会，我在那儿做了同样的培训，所有这些令人兴奋的传授都讲了。昨晚就收到一个语音留言，太精彩了。他们给我发来邮件说，
三个星期前，有一个男士在芝加哥听了我的演讲。当他刚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，很害羞、拘谨、很安静。我在想，他为什么给我发来这样一封邮件呢？他说，我去参加了聚会，我相信耶格系统，我相信我的领导人，我相信我们做的事情，但我好像真是有一些个人障碍，无法把人们带进生意。他说，我很久以前就已经用完我的名单了，我在想着如何认识新人，去哪里认识新人，怎样认识新人呢？三个月前，我去芝加哥参加你的那场聚会，我必须承认，这些技巧确实有效。坦率来说，我做得还不够好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真的做得不太好。这一个星期，我只是推荐了15个人。这才叫创造兴奋，你们可以感受到，因为这些参加生意的新人是你们小组的新鲜血液。获得利润的秘诀在于人，人越多，业绩越多，利润越多。人越多，聚会越兴奋，影响力越大。人越多，所有事情都会变得越好。问题是，你们怎样去找到这些人？怎样看准他们？怎样找到他们？你们怎样变成我所说的成功磁石？今天我会告诉你们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，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特殊的培训，让你盯住自己如何成为一块成功磁石，怎样吸引他们，怎样抓住一个胜利者，怎样理解谁最有可能做这个生意。你们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去发现愿意做这个生意的人，你们应该都想知道一些捷径，一些能够给你们带来变化的信息。